我刀哥，刀哥可以出手一把吗？我刀哥，刀哥，刀哥可以出手一把吗？刀哥，你能上点分吗？对面，嗯，哦铁，打的是八分九分呢。我马上跟上了，兄弟们，不要着急，兄弟们。欢迎我云，欢迎云哥，出手了，云哥。欢迎我鲨鱼哥，欢迎我鲨鱼哥，鲨鱼哥能帮老弟支棱一把吗？鲨鱼哥，欢迎我鲨鱼哥，欢迎我鲨鱼哥哥，三个人一个人来，小心你把我的麦闭了，行不行？嗯，一个人来小心，一个人来小心，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三个人，一个人过下夹层，咋弄呢，兄弟们？这会儿，这会儿一。其实我也不对着他了，费劲对着他没有分儿，兄弟们。哎，对着我的宝马比较有面子，对着我的小马有面子，兄弟们。兄弟们能打把我打把我打把我，兄弟们。是能上一票上一票，欢迎博天哥，欢迎博天哥。咋？我这不打了，不打，我走了。冬子生意不好做，我不打了，兄弟们，拉一裤兜子了，拉一裤兜子了。宝姐也不出手啊，宝姐，宝姐有墨镜，整个墨镜，宝姐。兔把手，咱们那个大零蛋，兄弟们，东生意不好做啊，没名了。啥生意不好做呀？我凯哥，生意好做呀，咋不好做呀？哎，点点赞吧，点点赞吧，点点小红心，点点赞吧。欢迎心动哥，欢迎小安南，来个神豪大哥行吗？来个神豪大哥，来个神豪大哥行不行，兄弟们？一个人来小心心，没排面，没排面，咱点赞也可以呀。我宝姐一出手就有了呀，宝姐，坚持到最后，坚持到最后。欢迎博一哥，欢迎博一哥，欢迎博一哥，欢迎博天哥。我追梦哥来了，欢迎追梦哥，欢迎追梦哥，兄弟们一起众筹。后边有哥哥姐姐们，咱搭把手，搭把手。咱们不蒸馒头，咱们争口气，兄弟们不蒸馒头，咱争口气。不能瞒着咱争口气，兄弟们。你俩在胡瞎胡弄嘛？啥意思啊，杜哥？没有呀，没有呀。欢迎我杜哥。打他没有劲儿，没有出手。我杜哥也不舍得出手啊，杜哥。我杜哥也不舍得出手，感谢我新杜哥，谢我新杜哥，两瓶小啤酒直接拿捏对面两瓶小啤酒，宝马七四零，宝马七四零，宝马七，最后十秒了，偷塔了，咱差的不多，来，我宝姐墨镜准备好偷塔了，宝姐，墨镜直接偷塔了，那不是差一分呀，对面比我还拉的呀，对面我。对面比我还拉了吧，滚犊子吧，一打一熊十五分，我以为很形式呢，那滚蛋吧，赶紧，咱给兄弟聊会天吧，让他上一边自己吧，笑了，我宝姐你不出手呀，宝姐你是太不给我面子了，你是光光打我的脸啊，欢迎我张哥，张哥呀，美女来了呀，张哥，张哥美女来了呀，美女，张哥，我这美女已经来了呀，在哪里，在这呢呀。张哥，这是直播的呀，在直播了呀，我张哥，张哥，你才怎么才来呀，张哥，这在直播的呀，张哥，没面子呀，张哥，直播间叫啥？陈瑶瑶，你搜一下陈瑶，我连他一下，对面对面。我张哥，我张哥要给你刷礼物呢。张哥要给你消费的，张哥就是这个，张哥。哪个？我张哥，张哥去你直播间欢迎一下，我张哥，社会我张哥。欢迎张哥。去了吗？没看见呀。咋了呀，我张哥？打问号干嘛，张哥？就这个呀。你骗我吧，你就。我咋了呀？我张哥发话了，张哥。我张哥发话了，张哥。我撮合你俩团队一样，他踢我，让兄弟们说。欢迎大爷哥。咋了呀？
张哥，你骗我干什么？你不是有大哥给我刷吗？你不说？这是没你。哦，张哥，张哥，张哥，这是他美颜开的有点小，张哥，美颜开的小，他没有站起来，啥是美女呀，张哥？说实话，那有了呀，我找到了有呀，有呀，我笑了。这是穿的这个在户外直播呢，有文字呀，穿的不性感呀，张哥，你没去他直播间，他这个小特效开的很大呀，麻烦你照照，东七四零几万拿下，几万拿下，你要的话十万块钱都能拿下，十万块钱都能拿下，对，十万都拿，长得也不咋呀，多漂亮呀，我张哥，对呀，灯一关都一个样呀。灯一关也就一个样呀，老铁。我找到了你在承，无论好不好，你得这个兑现你的承诺呀，哥哥。你得兑现你的承诺呀，我张哥。我不喜欢关灯，行吧，张哥。行，你说啥就是啥，张哥。嗯，对。张哥说的，东我五三零给你吧，有牌面没？不要，你开吧，你开吧，行吧，你开就行了，都是银子嘛，都是文字嘛，对呀，都是文字。张哥出征吧，张哥出征吧，直接出征就 OK 了，张哥，直接打就 OK 了，直接出征。哎，直接出征，我张哥一，带我张哥直接扬巴出征去，多了不说，先找个小卡拉米打一打，找小卡拉米，那个号我不知道。Hello， 你好，好久不见，美女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咱怎么玩呀？怎么玩？排一局吧，咱们还。行吧，美女。排一，我最近那个腰被扭了。排一行。还没好吗？才一局吧，咱就。行，可以。那个才一呢，就，反正跳不了，腰被扭了。其他才艺也可以。可以唱歌，也可以干撒娇，都行。那行，那就这一会儿谁赢了谁说，行吗？行，那你的话到时候盲盒吧。那开麦吧，连我一下吧。开麦是破十开吗？好的，我这边有点卡，我这边卡了一下，我这边网不好，我先走了，卡了，换一个，好的哥，张哥你别光打对面，张哥换一个，你光打对面啊，哥哥喜欢那个性感的是吧 ？OK。喜欢性感，可以，大哥要什么咱就找什么不就行了吗？大哥要什么咱就找什么就行了，没毛病。哥喜欢逮发的，换一个 OK， 大哥。哎，你好，主播。这可以是吧，张哥？都刷个跑车都忘了，我知道哪个是你的号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主播。怎么玩？我玩体力比较多。体力就体力呗，怎么玩体力？玩什么？你说吧，有分。飞天你能玩吗？飞天，嗯，啥是飞天啊？两个腿伸上去的那种飞天，会不会？会呀、对呀，救嘛，不是。我们能不能互相示范一个？你要是想玩这个了，我们就互相示范一个，要不就是玩飞天大蛙。那你示范一个吧，我看一下。你分不清大小王了呀！我示范一个。我咋分不清大小王了？你干啥了呀？我分不清大小王了。第一，我粉丝比你多；第二，我直播间人比你多；第三，我段位比你高。段位高，把粉丝高有啥用啊？你撒一面的滚犊子吧！粉丝有啥用啊？看你笑话了，全部都滚蛋，赶紧！你粉丝比我多，啥用呀？我有什么资格？你有啥资格给我玩呀？你给我玩，你都排不上队，老铁。你给我玩你的排不上队，老铁。
我连你是给你面子，老铁。连你是给你三分不面，对不对？别指挥我了，我张哥，张哥别指挥我了，别指挥我了。你帮我先弄个小墨镜呀，帮我戴个小墨镜呀，光干。帮我戴个小墨镜呀，张哥，你别光光就戳我呀，光戳我可不行呀，对不对？光干干干。哈喽，你好。魏总，玩一把吗？我没什么实力。我也没啥实力，打一把吧，咱娱乐局行吧。